小兰，小兰，你不叫我呢？我叫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腿有点麻，醒了我给你叫医生了。跟我说呀，感觉怎么样？现在挺好的。醒了，妈，感觉怎么样？ 高压134，低压77。嗯，那个医生，这现在这血压这数据什么的是正常的吧？嗯，正常。目前情况还不错啊。醒来以后排尿了吗？还没。你得给患者多喝水啊，加快体内的造影剂排出。现在患者啊行动不便，你要帮着安排接尿。现在这两天呢要保持心情舒畅，可以增加一些营养。 给患者准备一些流食，那就这样，有事的话按呼叫器就好了。谢谢。好。哎，医生，那个那什么，那个怎么接尿啊？咱们医院护工，你可以请一位。啊，还有一个事儿。 什么时候流失？把产品的预热方案调整一下，下班前必须发给我。下来了。要不我自己去吧，你今天不是还要去公司的？没事儿，我上午就是有一个电话会议，一会儿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一下就行了。那小迪呢？我刚送他去上学，走，都先安排好了，走吧。好吧。 上车。嗯。小心啊。嗯。来。给我吧。尿了吗？尿了。嗯，我现在进去，我方便吗？方便啊。哎，我现在去食堂给你们买点吃的吧。不用。 就等尿的时候，我再叫你就行。哦，行。那个，我们买了个榨汁机，买了个新鲜的水果。医生说你得吃流食，我就想着外面的果汁可能也不太健康，都有防腐剂什么的。 我都想自己弄点，反正我把水果洗一下。吓我一跳！也吓我一跳！怎么这么大动静啊？我尝到别人，要不，哎，试试这个。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手放好，躺好。
我拿这个也行。躺好了啊。嗯，这能有吗？试试。醒了，哎呀，好多了是不是？我过来，放心吧，是，这个好真好。徐总，你好。啊。我是中兴商务的陆泽宁。我知道，这样大名。你们？我们是。他们是情侣。好的，我给你炖了汤哎。对，来，是乌鸡呀、虫草呀，还有人参什么，补补元气哦。现在一定要吃流食的，对吧？啊，对，麦克也在给我准备流食。没事，你先喝这个行，乌鸡汤比较有营养嘛。我给你。哎，不不不，我来碗，这是什么？拿过来点就行。慢点。好吧，要强。不是这么多人在，怎么都比不上你一只左手啊？可以。徐总，要不这样，您先吃饭，我们去跟医生了解一下情况。嗯，好呀。哎呀。他都挺忙的，不用了。雨果不能群龙无首啊，赶紧回去。嗯，今天姚薇已经来上班了，放心吧。他还在休养期呢，慢点，身体不行吧？你要多帮帮他。会的，放心吧。麦克在呢，没事儿。现在有麦克，我真的很放心。走啦。那麦克，如果有什么事情，随时跟我们联系。走啦，注意休息。谢谢啊，好好养养哦。嗯，放心吧。麦克，你能帮我一下吗？这么大人了。早就应该知道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，怎么这么不注意呢？挺好。烫啊。我想先喝果汁。窗外闪烁朦胧的光，喧闹的远景行往常，我望着空荡的对面，但你得忍一下这噪音。无数的大街和小巷，熟悉的歌依然在倘若心怀所想，心切不负以往，多余的感情应该往哪里放？相逢太短暂，匆匆忙忙的赶赴下一场，可泪滴落满地。